时代少年团，欢迎各位哈，来一一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严浩翔，欢迎严浩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林浩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丁成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马嘉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宋亚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贺俊霖。欢迎各位啊，那今天来到现场，敢不敢接受挑战？我们有一道题目要考考各位，而且必须所有的人一起来接受这个挑战。我们在大屏幕上会出现你们的前辈们，他们可能是照片，可能是音乐的方式，你们要来猜一猜，并且完成我们的挑战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可以接受我们的挑战吗？可以。加油哦！来，我们先来看第一题。认得出你们的前辈们吗？王全仁，对，这个团体叫做极限男团。极限男团，对了，极限男团是吧？他们的团魂有打动到你们吗？知道他们的那个舞蹈吗？有看到噔噔 go fighting 那个，是不是有感受到哈？来，第一题完美过关，第二题一起来看打屏幕。老虎队。所以这个要考验一下各位咯，你们有听过他们的歌吗？有啊。现场大家要不要来看一看我们现场版本的小虎队的经典歌曲，可以吗？应该是你们爸爸妈妈追过的偶像，对吧？差不多了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要商量一下唱哪一首吗？还是大家可以不约？要商量一下，开个会吗？商量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啊！你们商量好了对不对？来，接下来的时间，3、2、1，开始你们的表演。好，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，不要在一旁发呆，一起大声呼喊，向寂寞午夜说拜拜。但是你们那种青涩的味道很多人就不会唱了，今天像我也是听着这首歌慢慢变成现在这个岁数，对吧？再也唱不出你们那种那么甜美的味道，真的是没错，没有想到啊，这道题竟然没有难倒你们。好，我们要再出难一点的题目，一起来看大屏幕。我相信弹吉他的所有人是不认识的。女团也会唱吗？这个我觉得不可以这么轻易的扭扭就结束了。这个在抖音上多火啊，全民都在跳，对吧？好有人来，对不 对？今天各位睁大眼睛，我们要看到的是时代少年团上演我们 BLACKPINK 的舞蹈，想不想看？各位架好机器啊，来，我们音乐响起。有音乐吗？我们表情动作最好的话呢，
好不好？不是说，因为你们是一个时代少年团，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导演说的，哎，团魂，对吧？如果你们能够在节奏当中跳得越整齐，我相信我们大家对你们的期待就会越大。这个有点难，这个有点难啊！叔叔对你们的要求有点太高了啊！商量一下，阿姨比较仁慈，好不好？来商量一下吧。哇，好期待哦！今天真的是彩蛋哦！一起哈，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嗯。会带一个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嗯，好，可以的，是不是？做好准备了。我看过一遍，嗯，我就是看到了一遍之后，然后又看到了第二遍，然后又看了两遍。是，这个真的是我临时给他们加的那个难题，事先都真的没有完全没有沟通，没有想到你们这样的挑战，临时的挑战都可以 hold 住，真的是未来可期哦。来，各位做好准备了，现场很珍贵的这一段视频哦，来。来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数个拍子，谁来负责数拍子？客人来数个拍子吧。好。没哦，我以为有音乐。嗯。哦，没有音乐、啊。没有音乐，因为真的是我临时加的，不好意思。你看，来好了。来，从五开始倒数到一就开始，一二三五六七八，二三五六七八。好的，二三五四个八拍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OK， 五、四、三。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棒，好棒哦！真的是看到了完全 live 的版本，这道题目都没有难倒他们，那后面一题会不会难倒他们呢？一起来看大屏幕。师兄对不对？一起来合唱一下，并且表演一下他们的代表作，好不好？真的是现场的各位，你们绝对值回票价，我跟你们说。所以今天他们来到了我们的现场，我们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要在现场举行一下，因为我们将在现场要宣布的是时代少年团将加盟我们2021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，所以真的非常让人激动人心的一个消息啊，在此时此刻给大家公布，所以我们要上我们的道具，让现场的朋友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有意义的时刻。哇哦，是不是很有仪式感？这个工作就是主持工作哈，没有一个节目要上线，小心用我们上市的这个仪器来敲的哈。这一般都是在这个来八根七根儿。哦，我从来没敲过，是不是？我第一次在这种地方，嗯，敲这个东西，一般都是马云上市的时候敲，对吧？我们就这样的决心，即便节目有可能会带动我们整个东方卫视流媒体这个产业，是非常期待哈。来，我们有请各位啊，一步至我们的罗杰，各位也是第一次敲，我们也是第一次在现场用这样的方式，大家的第一次，彼此来见证，我们共同来见证时代少年团加盟2021东方卫视跨年晚会，我们一起来记住这个有意义的时刻，一起来倒数3 2 1。谢谢七位这个帅气的少年，有什么要说的？最后是院长，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支持我们，然后我们会努力加油的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相信我们东方卫视也会和我们的时代少年团一起加油，永远走在我们这个娱乐时代、电视时代、流媒体时代的潮。